是非常的期待，因为大家都等了很久了。先透露一下下，我们大概今天你准备什么样的惊喜给大家？因为我想要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生日会，我不想要有一些，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跟我的同学，因为之前很流行那个《我的少女时代》讲戏嘛，所以呢，我就希望可以通过歌曲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我，然后知道一些陪伴我长大的东西。